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鬼鬼。Minecraft 在 1.16 先行版呢，会有两个新生物朱布林跟朱布兽，就是地狱野猪。他们两个呢是一个敌对状态，朱布林会主动去攻击地狱野猪，所以问题就来了：如果100只朱布林对抗100只的地狱野猪，谁会赢呢？朱布林呢，它血量其实只有20滴，但是如果是地狱野猪的话，它血量是有40滴的。哎，小子的，这大只是有40滴的，所以体质来说，他们是有一个差距的。一对一的话，这个朱布林应该是打不赢他哦，应该直接被撞飞。但是数量一多，结果就不好说了。我们现在试一下20只对20只好了，大家觉得谁会赢呢？我觉得我会压在朱布兽，就是地狱野猪身上，应该是体质来说血量两倍。数量如果没有两倍的话，应该很难赢哦。我们来试试看20只的对战，看一下结果会怎么样呢？朱布林冲了，冲过去了，哦，混战，开撞了，哇哦，这个猪飞得那么高，看起来一下就死光了，看起来哦跑走嘞，离开了，不敢打了，怕了。这个如果野猪的数量太多，朱布林的数量太少，他们反而会不敢攻击。现在处在一个和平状态下，不敢打，怕了，有没有？绕跑。猪太多不敢打，他刚刚勇猛的冲下去，现在就有点怕怕的。这边好像要等一段时间，他们才有激起战斗欲望，或者他们肚子饿想要去吃猪肉的时候才去狩猎哦。那里面有一只猪卡在里面，这两只非常的危险。如果他们只要一攻击，他们就被猪给包围了。到底要不要打架呢？我这边爆米花都准备好了，你不打架吗？等很久，爆米花都准备好了，这边逃超远的，要打了吗？要打了吗？他们要打的话，他们好像会群体攻击同一只。但现在突然陷入一个和平状态下，哎，是不是只要有人死掉，他们就会吓到啊？他们就又开始打了，有一个勇者，然后开始被追了，然后其他朱布林完全没有帮他的意思，他就这样死在一个远方，旁边朱布林完全没有帮他哦。这样看起来朱布林要赢似乎有点难哦，光是这个野猪的反击，一只猪应该可以打两只朱布林，应该是没有问题啦。但是关于同时攻击同一只的话，一只猪大概可以抵 1.5 只猪布林啊，战斗来说我猜是这样子。那最后该怎么办呢？这些不打架嘞，他们不打架嘞，我们是要等久一点才会继续打架。又开打了，等了好一阵子，等他们打到忘记忧伤之后呢，又开始攻击了。但是有一只猪布林又死掉了，瞬间死亡，然后他们又害怕了。糟糕，他们要忘记这个亲人的伤痛才会再继续攻击哦，这样子打架很漫长欸。他们其实并不是很直接的主动攻击的，而是有需求才会狩猎。然后如果自己的好友亲人死掉，他们也不会再继续攻击了，会有一个冷却时间。不过以数量来说呢，目前的朱布林只剩下2468。他怎么一只卡在他怎么跑出来这么远的那我们旁边其实是有射屏障，他居然跑掉，逃兵。是逃兵啊！朱布林目前只剩下，越来越少，剩下六只。这场内剩下六只了，剩五只了。要打吗？剩下的敢打吗？看胜负已分，好不好？朱布林输定了。那目前的猪还有这么多只，刚算一下，地狱野猪还有19只，也就是只有死一只猪哎。20只朱布林只死了一只猪，哇，这状况好像非常的明显，战力差距实在太大了。那接下来直接进入重头戏，100只对100只，有没有办法逆转呢？100只同时围攻同一只猪的话，应该胜率会是比较大的。我们就来试试看咯，召唤，然后给他们剑 ，OK， 全部都有金剑，金剑才比较会主动攻击。如果用是弩的话，他就比较可能会射到自己人哦，而且射箭会卡到比较多，攻速比较慢。所以都是给他们金剑，那全部都是大只的，每一个都是成年的，因为幼年是不会攻击的。但这个猪的量太可怕了，这个完全被包围在猪群里面欸，猪不仅被包，哇，他被挤出去欸，被挤出猪群外。那这个哇，这个敢打吗？旁边的猪刚已经有死掉，所以大家都围在外面观战了，没有人敢动。那我们可能要等下一个勇者再出手，才会有这个状况发生。不晓得。这个数量刚其实朱布林已经飞了好几只哦，因为刚刚在群体攻击的时候大家是往前冲的，然后现在不敢冲之后呢，大家突然就很冷静。稍微来看一下目前的朱布林呢，还有96只，还很多，其实只死了4只而已。猪的话呢则是有100只，所以猪完全无损。那接下来会怎么样呢？
开战开战开战哦，猪死了一只，猪死了两只，然后对面猪布林好像又死了一只。好的，经过将近半天的战斗之后呢，他们实在太漫长了，到底要打多久不知道。现在猪布林呢还有59只，那猪地狱野猪还有61只。结果他们的非常的相近，他们人数其实非常的相近。我先跑到右下角来好了，不然会挡住画面。59对61，数量其实非常相近。然后有一只猪绕跑了，又逃脱了。我把那只逃出去的猪兵把它抓过来，逃兵已经很明显了，有没有？大家都知道它是逃兵了。总之数量又慢慢减少中，这战斗实在是太缓慢太漫长了，不晓得要打一整天，100只不知道能不能打得完，不晓得，因为数量很接近，还不晓得到底谁会赢呢。对啊，数量实在太接近了。但如果数量趋于越少的话，野猪的优势应该是会更大的，所以猪布林应该要趁人多的时候赶快把野猪们消灭掉，不然他们应该是很难赢的。我们就稍微再继续看下去吧。好的，又经过了半天的战斗，现在战况到底怎么样了吗？他们的战斗实在太缓慢了，我不晓得。51个，然后我们的猪布林还有47个，数量还是很接近，都只差4只而已，还是不确定到底最后会怎么样，但是已经数量减少到一半以下了。这要打完真的要打个3-4天，这战斗好久哦，太拖戏了吧。好的，经过3天3夜超级漫长要打不打的一个超级大战呢，我们的录影时间已经来到了75分钟了。这个到底打了多久，现在战况到底如何呢？看起来猪布林看起来已经剩的非常少了，来确认一下，猪布林还剩下11只，那野猪呢还有43只。哦，非常的明显，突然数量已经拉大了，刚刚已经差了30几只，前面都只差4-5只，没想到突然这个战况一变，应该说猪人大概可能都残血了吧，然后这个一次撞很多人都飞高高，大概撞个2-3次就会死一只，所以这个战局应该非常明显就是猪布林会获胜啦。那以这个数据来说呢，差不多一只野猪可以对抗 1.5 只的猪布林啊，这个是一个大概，因为它有时候又打不打，然后有时候可能又追不到人，然后打很慢之类的，所以就是只能一个大概的参考。那大战实在打不起来，这个战斗实在超级缓慢。好的，以上呢就这一次跟大家分享的猪布林100只对抗100只的地狱野猪啦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我们下次再会咯，大家拜拜。